Yes. 在我的吉他手，先跟大家介绍我的吉他手，他叫做船夫。他回到我自己台湾。然后接下来的部分是我今天最期待的部分。为什么最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当歌手的时间长了一点嘛，就会发现原来其实蛮渴望可以跟 live 就是活生生的人一起就是做表演。对啊，对，因为可能靠这个东西他会比较支持，对，他其实可以带上一个伙伴，然后跟我一起做的，我觉得很期待。那也是我今天潘玉文好音乐分享会我最期待的一个部分，希望我希望每一位就是留到最后的朋友们就可以在这个环节去获得更多，然后去玩，去享受潘玉文的表演的时候，希望你们可以享受这些歌。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我专辑里面的一首俏皮的歌，今天是周末嘛，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好想放假，谢谢。
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失败是个智慧，嚷嚷的胆小鬼，在你面前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男子。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巴啦啦啦，巴巴啦啦啦，哦，巴啦啦啦啦，巴啦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巴巴，巴巴巴啦巴。这边一起唱好不好？会不会错过幸福？